你所信赖的义兄弟，如今身在何处？你的同伴又在何处？明白了吗？所谓情谊，不过就是空谈。即使如此，被人小心。 小心两位义弟，大哥，袁绍，混账，立刻放了大哥！尔等就在情谊的树下，灰飞烟灭吧！院长。 一走，别管为师，快跑！兄长，怎会如此？ 昔日虽有满腔热血，却力有不足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同云长与翼德在桃园立誓后，如今终得立足于乱世之中。北虽竭力奋斗，却未见功业，甚至险些丢了性命。 总是跌入失意的谷底。
被人坚信着兄弟与同伴之情谊。天下之大，知己难求，正是阁下的重情重义鼓舞了贝。贝决心继续在情义之道上前进。好主意，但是战斗尚未结束。袁绍企图利用妖魔大军之力一统天下。说来官渡的天空很是奇怪，莫非是袁绍搞的鬼？眼下唯有阁下一人能够阻止袁绍之暴行。此处便交给我等，请阁下速回曹司空营中，必须竭尽全力粉碎袁绍的野心。